日嘉咸市集舊墟龍城項目咧就正式啟動啦。亦都好多謝街坊啦、反商啦、地區人士嘅支持啦。咁啊，我哋今日嘅啟動咧相當之順利嘅。咁我哋就住呢一個項目咧，其實都做咗相當多嘅功夫，包括我哋邀請咗六位設計師為我哋設計嘅作品。在我們現在身處的這個嘉咸市集的 Pop-up Store， 其實我們都會擺出來做一個展出和展覽的，這段時間都可以過來這裡參觀一下。到19號開始，這裡眼見的所有的作品呢都將會作為我們的嘉咸市集的換領的禮品呢，就向大家開放的。至於我們今天12月5號開始呢到18號期間呢，只要來到嘉咸市集這一帶呢和商戶購物滿一定的數額呢，咁咧，商户亦都會咧送一個我哋特色設計嘅口罩。咁我哋係合共有六款唔同嘅口罩，係可以俾各個嚟嘉咸市集購物嘅市民咧喺我哋嘅反商手上面獲得嘅。歡迎咁多位市民嚟到我哋嘉咸市集，一齊感受一下我哋舊墟嘅龍情，以及欣賞一下我哋咁多位設計師嘅精美設計。